我们平时见到的可乐还有什么新玩法？可乐能像灭火器一样灭火，你信不信？是否能用可乐吹气球、驱动玩具车，甚至摇身一变成为可乐大炮，把积木城堡击毁？请同学们开动你的想象，积极进行科学探索，一切尽在异想天开之可乐遇上谁。你们在干什么呢？把气球套在一瓶大可乐上就能吹起来。没看见我们正在摇可乐瓶吗？气球好像变大了，主要是我摇得给力。可乐真的能吹起气球，以后吹气球就有新方法了。那当然了，可乐能做事情还不止这个呢。可乐还能干啥？小朋友们并不满足于用可乐吹起气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新玩法吧。今天啊，小可老师要带着大家一起用碳酸饮料来进行大 PK。 我们今天呢，会带着同学们用碳酸饮料来做碳酸饮料的大炮，还有碳酸饮料的灭火器。原来小朋友们要用碳酸饮料做成灭火器和大炮，他们究竟要怎样选材，又要怎样制作呢？让我们跟着四组小朋友们一起探索吧。我们白组要考虑一下，是用大的做可乐消防车还是大炮，然后用小的做大炮还是可乐消防车。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你觉得大的做好，小的做不我觉得用大的碳酸饮料做大炮，因为它的二氧化碳会比较多。那你的意见呢？用大的做大炮，用小的做可乐消防车。那你的意见呢？我听你们的。那你的意见呢？我觉得用大的做可乐消防车，用小的做可乐大炮，因为大的水多。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决定用大的做大炮，用小的做消防车。我糖做大炮，小苏打做灭火器。我选薄荷糖。那我选的是小苏打。我选的是泡腾片。我选择的也是泡腾片。我也选择的是泡腾片。小苏打它放进去的话，可乐它引起的反应有可能比这个泡腾片会多一些。泡腾片放进去也会喷出来很多泡泡。泡腾片它是一种片，所以呢你放一颗放两颗它都能就是冒泡。如果说别的，有可能小苏打它就是颗粒状的，放在里面有可能放少的话它就不喷了。我选的是薄荷糖用这个大炮，因为薄荷糖的话它会喷的反应会更快一些。我选的大炮应该弄泡腾片，因为大炮呢它用的水应该比较多。大瓶来做大炮配泡腾片，小瓶来做消防车配薄荷糖。怎么还是不行？怎么还是不行？要不我们再加点别的试试看。这个是什么？这是小苏打、泡腾片、牙膏。他那儿还有，我这儿有洗洁精、盐、薄荷糖，还有泡腾片。看搞得像不像厨房？到底哪种能起作用？做实验有耐心，一个一个试才能知道。我喜欢用那个大瓶做可乐大炮，因为大炮的要求就是威力大，所以最后做制作成功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得用这种大瓶的这个可乐，然后才能做出那种威力比较大的大炮。我能用少的这些防车，我选择哪个都行。我想用小的来做大炮，是因为呢我觉得用大的会有点浪费。我想用盐来做大炮，因为我觉得盐和
和碳酸能弄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威力就更大。然后我想让小苏打坐那个消防车。我选择大的坐大炮，小的坐消防车，因为大的威力比较大，小的威力比较小。大的碳酸饮料做大炮，小的碳酸饮料做灭火器。大碳酸饮料适合大炮，因为如果它做大炮威力会更大一些，小的做灭火器，这样不就公平了吗？我觉得大的碳酸饮料做灭火器，因为大的碳酸饮料喷出的水越多就能灭火。我觉得小的做大炮，小的碳酸饮料威力也不是很差。我选择盐跟大瓶的碳酸饮料做大炮。我选择薄荷糖跟小瓶做灭火器。我要让小瓶碳酸饮料和泡腾片组合成灭火器。我愿意大的碳酸饮料配合小苏打做大炮，小的碳酸饮料和薄荷糖做成灭火器。经过讨论，四组同学们已经确定了制作灭火器和大炮所需的材料，马上就要进入到制作环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将如何制作灭火器吧。救命啊，救命啊，怎么了？放大着火没人来救我。不是着火啦，是天太热了，我需要增加温。谁说能救你？我来救你们了。掐指一算，知道你们需要冰水。这个不行，有其他的用途，你挑别的吧。其他用途？什么用途？可乐难道能灭火不成？还真被你蒙对了，就是要留下它去灭火。可乐灭火？开什么玩笑！同队率先开始了制作，同学们分工有序，在瓶盖上扎孔的同时，将要使用的薄灭火器。现在开始分工，你们两个就是把这个打开放在这里，然后好了跟我说一下。黄队在灭火器环节选择盐作为和碳酸饮料融合的材料，他们真的可以成功吗？怎么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我的实验怎么都不成功。吃点甜的，心情就会好。知道你的实验为什么失败吗？实验不成功，你也别抢我的糖吧。这不是糖，它是重要实验道具。它不是糖吗？我已经吃了好几颗了。知道你的实验为什么失败吗？就是因为它把糖吃了。糖和实验有什么关系？
我们平时见到的可乐还有什么新玩法？可乐能像灭火器一样灭火，你信不信？是否能用可乐吹气球、驱动玩具车，甚至摇身一变成为可乐大炮，把积木城堡击毁？请同学们开动你的想象，积极进行科学探索，一切尽在异想天开之可乐遇上谁。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黄队和蓝队以及红队灭火器的花洒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将各自选择的反应物放入可乐中的吧。震动，震动，我想我试一次，红队在完成花洒后，将薄荷糖用胶一颗一颗粘到瓶盖上。它们粘得这么高，有什么目的吗？要，别粘了这么多。我们之所以把这个糖粘得这么高，是因为可以跟碳酸饮料冲。哪出问题了？可能是遥控器没电了吧。嗨，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驱动了。这么吹还有什么意思？有没有别的办法？去买瓶可乐来吧。你给车加可乐呀。不用买，我这儿就有。车这件事先不着急，咱先去灭火去。小朋友们提出的用可乐驱动玩具车可行与否，我们一会儿再看。先让我们跟随四组小朋友来看看他们制作的可乐灭火器效果如何吧。白队将小苏打擦到了可乐瓶内。接下来轮到红队出场了。看起来可乐和薄荷糖的反应很剧烈呀。我们做这个消防车的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们特别的有成就感。火灭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快速的把这个斜过来，然后呢挤它，我们就是特别的团结一致，然后呢我们最终还是把这个火灭了，所以呢我们还是特别的高兴，很有成就感。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努力，最后把这个实验做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一定能成功，因为我们的检查已经做得是非常精密了，非常非常天衣无缝。
相信我们的技术，从理论上这是没问题的。碳酸饮料呢自然就会融化掉，盐呢也就掉到了碳酸饮料里面。这个办法呢说明他们真的是动了脑筋的，也值得推广。但是由于制作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小问题，因为这个火没有被灭掉，所以我们碳酸饮料灭火器这个环节是失败的。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应该能成功。我觉得那个我们的火肯定比别的组的大，不然没别的问题了。我觉得我自己操作也没问题，别人组装也没问题，所以我还觉得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他们两个装了半天也没找着问题，我觉得是他们的那个盖儿的孔小了。我们已经很厉害了，用大灭火器就能把火扑灭了。轮到了。薄荷糖由于粘得太紧，没有掉到瓶子当中，导致二氧化碳无法完全的释放出来。孩子们距离桶的距离呢也比较近了一些，没有达到规定的一米距离，所以呢这次的蓝队的比赛呢在比赛当中就失败了。我们做灭火器失败的原因是薄荷糖粘得太紧了。我们从中学到了经验，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好的。虽然我们的灭火器失败了，可是我们也很努力了，以后我们可以做得更棒。不管我们成绩怎么样，我们是最棒的。我们都特别棒。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经过测验，四组小朋友们的可乐灭火器成绩已经出来了。可乐还能驱动车，真的还是假的？谁知道呢？还没做实验。你说试试不就知道啦？你的快递。快递？谁寄给我的快递？里面是什么？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金银和糖干什么用呢？是啊，糖又能干什么用呢？受人之托我不能说。减龄还需细留人，你首先得想想是谁寄的。我猜到了，肯定是他们做实验想到了什么好办法。我们平时见到的可乐还有什么新玩法？可乐能像灭火器一样灭火，你信不信？是否能用可乐吹气球驱动玩具车，甚至摇身一变成为可乐大炮，把积木城堡击毁？请同学们开动你的想象，积极进行科学探索，一切尽在异想天开之可乐遇上谁。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乐加薄荷糖会爆发吗？这是因为薄荷糖是碱性物质，而碳酸饮料是酸性物质，而酸性物质加碱性物质会喷发，这就是一个原理。
另外一个原理是凝结核原理，就是外界杂质和碳酸和二氧化碳会产生反应，而产生的反应就是会制造许多的凝结核，而凝结核组成了泡沫，这就是为什么可乐会喷发。薄荷糖表面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把它放进碳酸饮料里面，里头的二氧化碳就会喷发出来。我们的材料有瓶子、剪刀、胶枪、瓶塞、注射器，还有薄荷糖。听了白队小朋友的讲解，真是收获颇丰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可乐大炮是如何制作的吧。开始制作了，我现在想先做大炮。听我们商量，我们打算用大的来做大炮，然后那个大炮用小速。标记后也开始了剪裁工作。日暮以待吧，我已经包好了。装置是启动装置，可以把所有的薄荷糖快速地放进碳酸饮料中。
我们操作的时候有点问题，我们的活塞应该再紧一点，木塞应该再松一点，这样就能成功了。实验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学到了不少东西。可乐大炮威力怎样？我去看看，回来再告诉你。红队进场了。我们的大炮把杯子大部分都给击倒了。城堡怎么样？你们猜。城堡依然不动。再猜。可不要小看可乐大炮的威力。可乐大炮威力大，摧毁了城堡。走，咱们去看看。把障碍物推倒，所以说我们碳酸饮料大炮这个环节是非常成功的。我们这个大炮原本可以威力特别大，但是我们做的里面有很多缺陷，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胶带贴得太紧了，然后还有那个把胶枪那个胶贴得太松了，最后。就那个往里面压，然后忘二氧化碳全都跑掉了，就没什么威力了。我们这次看了很多的资料，所以现在才能成功。我觉得挺好玩的，回家我也要去试试。更容易启动。我没在做实验前，我不知道碳酸饮料有这么大的威力。孩子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用碳酸饮料制作的大炮的这个环节中呢，表现得特别出色，然后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的实验。我宣布，这次实验成功了。清除饮料。